按中国海军的军舰命名规则，驱逐舰一般以大中型城市命名，大多数情况下会是省会城市。目前还没被公开正式命名的大陆省会城市仅剩广西南宁、江西南昌。南昌号将命名055首舰，剩下的055很有可能命名为台北号。台湾地区海巡署有一艘现役的巡防救难船叫台北舰，尽管无法与军舰相比，但未来也可能出现两岸台北舰在台海相遇的画面。